好手林子伟和胡志伟两位球星一同现身站台，和小朋友们玩乐乐棒球。原来是因为世界棒垒球总会致力推广棒球，今年度在台湾启动了一系列的 mini baseball 活动，要帮助7到10岁的小朋友们跨出打棒球的第一步。说实在的，因为还蛮难的，对啊，因为毕竟这个东西，这个游戏不是说你想要打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有点类似像真的在棒球场上这样的感觉一样。看到从小接触的游戏，让两位球员不禁勾起了对棒球的儿时回忆。有回想到当时国小中第一次中那个国手的时候，那种刺激的赛事，然后就是跟各个国家来对打那种感觉，对啊，就是蛮会回想这种那种回忆啦。小时候就是也比较天真嘛，就比较练球的时候都感觉用玩的这样，对，比较调皮一点。我可能运气没有那么好，我小时候没中过国手，对啊，所以我不知道。但是其实也发生过蛮多很感动的事情，对啊，小时候因为自己这样一路这样苦上来，这样也知道棒球的辛苦跟他的那个历程，但是觉得小时候就是快乐打棒球最重要，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这样放心去玩棒球，这样最重要。接下来 mini baseball 将会推出校园推广和体验日，鼓励大家上网报名，一同共享盛举。而担任推广大使的两位球员也希望将热爱棒球的初衷传承给年轻世代。 YTV 新闻采访报道。